你觉得金龙门后面有什么？银龙门、金龙门。《盗墓笔记》系列你最恐惧的三个场景是？云顶天宫、秦陵神树、蛇藻鬼城。一句话安利三集。去看炫酷的打戏。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么样的？没钱了都有人给我送钱。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？十项全能。你最恐惧的是谁？老鼠。如何用一个动作展现帅气？一动不动。你使用过最多的单词或词语是什么？然后呢？人生最大的困惑是？为什么要工作？如果可以隐身一个小时，你最想做什么？那多了去了。如果你能选择的话，你希望让什么重现？让任意门重现。